战场上的武器那是五花八门，比如各类车载武器，而且是只要有车库就什么武器都能往上放。但凡有战争的地方，人类的智慧就会无限增强，各种各样的奇葩武器出现在战场中。看来并非科技使人类进步，而是战争将人类的智慧开发到最大程度。让我们来看一看那些战场中出现的奇葩武器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